时辰到了，时辰已到，准备行刑。 有个秘密，你不想知道吗？大军，别说，我不想告诉别人。你过来。 说吧，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。 死了这条心吧！ 自杀贵为布谷的王叔，竟然做出这等龌龊之事，我楚国的颜面尽失，布谷的颜面尽失啊！大君大义灭亲，百姓称赞大君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颜面尽失呢？也许子上说的对，布谷和屈原厉行变法。 的那些话呀，我变法这么多年，到底是对还是错？就因为子上的那些话，你就怀疑自己了？
我早就已经散了，心散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秦国的那些事。你觉得大军会去武关吗？ 大军既然已经让子恒公子留在齐国，那他又怎能置自己儿子的安危于不顾呢？与秦国会盟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子恒公子还回得来？你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你可能不知道，秦国的太后八子娘娘，她始终是大军的一块心病。 臣听说月吟回来了，何不找他去劝劝胸怀？你能说得动他？大王，月吟他心里牵挂的，无外乎是他的弟弟妹妹。这一次，若是不能劝服大君，恐怕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二人了。大君。 万万没想到，在这危难之际，能与不国相知相依，竟是秦人之命。一切都是天命，楚国的颓势早就已经入骨子里的病，是治不好，这就是天命。如果真有天命，那么屈原要做的就是改变天命。